型刻磨机及锉刀，将头灯调整至我们所需的尺寸。将 LED 灯芯大致排列，使用于后续灯座制作的基础。利用 3D 列印机制作与我们设计相同尺寸的灯座。将 LED 灯芯安装后，利用单芯线配接完成。将撰写完成的程式与刚才的头灯灯芯配接完成。开启近灯时，会由下列中间两排灯芯组所亮起。切换至远灯时，由原本的近灯加上两列灯芯所组成。本次的专题中，不只能使用方向灯开关控制，还能利用车身倾角的感知不同来补足死角区域的光线。当车身往左倾15度时， L1 区域进行补光。当车身往左倾25度时， L1 L2 区域进行补光。当车身往右倾15度时， R1 区域进行补光。当车身往右倾25度时， R1 R2 区域进行补光。我们所制作的阵列式 LED 模组系统头灯可提供6个不同照明的矩阵区域，并搭配远近灯、方向灯控制、自动切换辅助照明功能，且安装简单，不需破坏或修改原厂机车车体，在制作成本低、安装方便且外形美观条件下，具备未来市售开发潜力，有商品化价值，可以进一步作为未来机车的开发之用。